谢谢主席哈，感谢这个建国兄哈，我听了很多这个宝贵的资料，上了一课，聆听了超过20分钟啊，一共半个钟头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以前我当过立委，好，应该开放第二次发言，好，大家都有机会，真的有的真的很认真，你同样的时间反而。好，其他四个平等哦，这个不好。那有些人呢、啊，对他来讲，像我对来讲，这个时间太多了，因为我没有研究啊。好、哦，我只有充满疑惑啊，对国家前途充满这个茫然感啊。好、哦，现在烟监呢、啊，这本来就是烟监烟税，本来就是应该课的、啊，以价质量啊。好、哦，而且他这个社会成本那么高，应该把这个社会成本，好、哦、让生产者内部化啊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啊？来，我今天要请教那个国民健康署长。我严肃的这个请教，请你微笑的答复啊。是。烟捐好不容易拿到这样的分配，你认为合理不合理？这个分配上面，他先用在因为烟捐增加的医疗支出，这个本来是好事，但是呢，他也必须帮健保跟长照做一个长远的建设，也就是用在预防上面，未来健保的这个支出才不会不断的高涨。所以对国民健康涉及烟害，哦、有因果关系的，哦不管是事先的预防，或是事后的补救，好、哦，这一笔钱不应该让一般的这个健保费的缴纳者，好、哦、来承担。所以你生产烟，你吸烟，你就要负起这个社会成本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它有外部性，对。对啊，但是现在农委会，好、哦、烟农损失啊。你是烟捐烟税造成的以价质量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烟农他的这个工作权，他的生计受影响，结果怎么找这个烟捐来给付呢？好、哦，是产业调整了，你怎么找烟捐来给付呢？而且烟捐又是一个补助，对不对？又或是一个补偿，他又没有说真正的做起这个转业的啊、哦、辅导，哦，所以哦。政策制度乱如章法，那行政哈、哦、态度能力呢？哦，这个怎么讲？找不到形容词啊？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这么没有国际竞争力？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么乱？哎呦，这个政府啊，拜托的哦，你们来听听哦，哇哇的呀、啊！哦，真的就这样子啊？但是政府犯没有用啊，总统犯没有用啊？好、哦，传统的是官僚习性不改，政务官不敢讲真话，不敢进行这个改革的这个提案跟努力。那选了总统，4年一晃，懂的时候已经下台了。所以你讲诶，那照这理想哦，你的国民健康局应该给我一支，会当给做我一工课。我这边替你讲话，哦。是跟委员报告，事实上，像刚刚大家关心的这个癌症，这完全是等于没有增加，因为本来在像刚刚讲到这一些啊、这个都没有增加嘛，所以环境荷尔蒙它这个造成这乳癌的问题，现在筛检都不够用哦，对，所以都不好嘛。目前为什么会11%？因为11%都还不够用，所以我们会面临必须要停办某一些癌症筛检的这种可能性。无啦，你也足简单哦，恁部长爱替你讲话，你嘛爱提案，无需要分配到别家去的。你别个爱负责，哦，我这无够，你爱服我，啊不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这些牺牲者，这个是安尼啊。所以哦，抽烟不得已耶，你不要以为抽烟哦，他想害人呢，他先害自己呢，为什么染上恶习呀？成瘾，对，哦，尤其很多工作环境。他没办法找到替代、哦、方法、啊、为什么要这个嚼槟榔
你看，暗时无眠赛车做加班的，无补饭人根本都无精神，无抽烟根本都吼，忘工作，很可怜的，是病的。你有去针对这些抽烟族、哦、绝槟榔的个别去健康辅导吗？你这个烟捐有用在这边吗？有。他自己捐出的钱，他应该用在自己身上。有、啊、跟他直接的受害人啊。是，报告委员，我们在那个烟害防治这边这几年特别加强，就是戒烟。那另外还有地方补助，对，哦，地方补助，地方补助也可以啊。但是你要直接在环境卫生，在国民健康。跟抽烟有关系的环境，抽烟有关系的行为，哦、等等上面去做最基层的努力啊。是无烟公园、无烟巷道、无烟这个商店，是哦，无烟的这个各种这个交通载具，是，他要去倡导啊。有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委员过去、哦、他用在哪里啊？帮忙，他用在哪里？那如果有用的话，那各县市也不一啊。那你国民健康局。或是卫福部也要把你放下去的钱公开比一比嘛，他们怎么用的嘛，让良币驱逐劣币啊。报告委员，这个部分有，因为现在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经腐败到这种地步、啊、大家都缺钱啊。因为为什么会缺钱，就是大家想做事啊，想做事才会缺钱啊，不想做事的根本永远不缺钱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回归原理啊，期待新政府重来，好、哦，就这样啊，啊，不然到处做假账哦。现在做假账的政府比民间还严重哦，哦，你看那个特别基金帮公务预算在掩藏，好、哦、潜藏性负债，做假账哦，哦，做假账的政府还可以存在。人民当傻，被当傻瓜，可以作假，那个假就无底洞哦，就黑洞哦。你公开出来，到底国家负债多少，到底钱怎么用的，弄清楚，我们可以改革哦，可以大家共同承担哦。但是你一直在让黑洞、黑幕、黑箱，好、哦，便宜形式恶化下去。那这边呢，是不是有这样钱补助去的？好、哦，补助团体。或许有它的正当性，但团体跟团体之间呢，有没有公平性？这又来了，所以钱拿到又就乱用。哦，委员报告委员，我们像县市的话，我们有一半的，那因为他是可怜人来抽烟，哦，不得已的抽烟，那百分比很多，哦，那流行啊、时尚啊，那个那是，哦，这也有了哈，哦，但是那可怜人哦。他，你跟他加，你跟他课捐课税，哦，他提高了负担，他就去买假烟呐、啊，他就买味烟呐、啊，哦，他就买黑市的啦、啊，黑市就猖獗啦、啊，哦，再去抓再给奖金，哦，有抓到一定奖金，那没有抓到的比被抓到的还多的是，财政部，所以国家乱成这样子嘛。光这一道烟捐烟税、哦、可以检讨出这个国家政府腐败无能的乱象，真的要改革哦。其实哦，处处都要改革了。我为什么到每个委员去跑？哦、我们的讲好听话，因为我比人家心痛。所以检讨，尽量把问题出这个抓出来。哦、是，报告委员，那吸烟人数是有下降的，里面不要，吸烟率有下降，当然有下降，因为中国民水准提高以后，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嘛。弱势的人下降比较多。你二十年前谁相信这个烟害是致癌的、哦？主要原因，尤其这个呼吸系统的跟心血管系统的，哦、是。但现在呢，相信的越来越多了嘛。其实但是弱势那个时候美国的统计，那个统计有效，统计的这个分析就下结论说那一个有直接的、哦、cause effect、哦、是 cause effectiveness 对这个关联、啊、对有因果关联嘛，抽烟绝对不行的嘛，对、哦、但是那时候很多人不相信，现在相信越来越多，所以自动会减、哦、你如何让他更相信？
台湾人已经足枪足用诶，这边你看，那个生病的年龄越来越降低啊，各种病的年龄下降再下降啊，那医药会负担就重啊。哦，我们医学发达，医术发达，所以哦，这个平均寿命还在提高，但是健康的寿命在减短。平均寿命去年也下降，所以光靠有健保是不够的，連啊、对，是要做预防、哦。所以这个已经相当严重了，连这个都下降，都已经相当严重了。哦，所以光有健保，大家拼命看病，但是没有活比较好，这个是对国民的意义是不够好的、哦。看病本身哦，也会造成新的病啊，你去那个急诊室看看呐、啊，啊、哦，真的惨不忍睹啊，连医生都病了、啊。你医生要自己要生存，有爱心的他很忙，哈、哦，过劳死的，过劳症的，医护人员，所以大家都惨嘛。为什么弄成这样呢？为什么弄成这样？我一直问，为什么弄成这样呢？谁要负责？哦，好，时间关系啊。所以需要从上游的预防做起，谢谢，是非常感谢委员的指教。真的，新政府这一块，哦，台湾的这一个新政府要改革是全面改革。全面改革这边哈、哦，老的、落损的堵起来，这边呢，嘿，这个生产力各方面的合理化提高，来再整个瞧瞧嘞，好、哦，台湾哦，经济弄好，没有什么国家安全危机黑名卡片，经济不好本身就是自我灭亡了，那经济跟健康已经变成连带关系了，谢谢。是，谢谢委员。好，谢谢徐委员。